是没有重复的。对，你的恩感跟我的恩感，任何一个恩感都不要，都不一样。但是你要把它编织出来，结果虽然少，其实这就是创新。然后古为今，它不断的记忆是传统啊，它还是一个铜钱，外圆，内方，它还有一个更时尚。扇子，它其实还把扇子，它是有点像最早的团扇。